跑腿不过膝盖的膝发现，而是房发现，写拼音吧。你给我讲个别，到底几年级？他是濒临小学三年级毕业。都好会做饭，酒也不错哦。祝我表日。什么表日啊？酒也不错，祝我。真不愧是德云文化有限公司，一个初中毕业都能这么嚣张。你没有资格纠正我，我是初中毕业。一个小学的还纠正我，我重申一遍，我上过初中，知道吗？只是没毕业。对，我毕了，这是个差距呀、啊！你去死行不行？相信我，跟着恩社学英语，很快就能出国留学。佛跳墙，大的 use VPN， 还有翻墙呢，你在里边。欲望上升，英文叫 battle of 愈合棒。三国啊 ，three countries， 对不对？水浒 ，water tiger。小三是什么呀 ？Small three， 新娘服装。英语八，悉尼歌剧院，这我会。Sydney's KTV， 草莓 ，strawberry， 哇哦，杨梅 ，mayberry。怎么还有个相声词呢？你这里边，真像宝宝。WiFi baby。压力直接给到上小学的安迪，就看他能不能扳回一局了。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从我们师傅那儿打着，他初二毕业，他儿子郭麒麟初二毕业，郭门父子两代人一辈子没见过化学书，没见过化学书，都挺骄傲的，还主动打招呼。说相声，你这都没文化，你都行。要不说相声，你都没地儿上班去啊！黑粉，我要黑德云社，粉丝滚开，用不到你。这礼物我非常的喜欢啊。这本叫做《新华字典》，我觉得那么没有文化吗？更可气的是，这本书叫做《怎样查字典》，怎样查字典？老秦的颜值是拿脑子换的。你好，日思夜想谁？点撑的美。哎，我都不敢拿这个。日思夜想谁？相思赋予谁？此酒生伴，步步弃离。此生不弃，久伴不离。官方吐槽最致命，五十步笑百步，可让你们玩明白了。真是的，都没有什么文化。不是干够了是怎么着啊？你现在当然不会是。我觉得咱们有点高雅了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这里演员只文化有限。刘晓婷写下来，写了一个秦霄贤跟某某某飙车。写完了之后呢，我把本拿过来了，那个飙啊，写的是汉语拼音。汉语拼音。营业海外也不全是好事呀、啊。我认为咱们不能再开那个没有文化的玩笑了，因为观众都当真了，以为我真没文化。我们也没开玩笑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没有文化呀，是真的。我是那些年咱出国巡演，我听外国人说的啊，说你没有文化，都传那儿去，他们都知道了。那是传得太远了。原来好的教养真的与学历无关。所有人都在教秦霄贤成长。麒麟的教养已经刻在了骨子里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这手上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跟你合作。关九海跪拜恩师，月月赶忙起身站到一边。那是，这是我的得道恩师郭德纲先生。师傅，哎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还坐好了。德云社告诉你。知道你现在知道是不是？
个师傅，我得站起来说啊，说相声呢，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；说书呢，我师傅是金文生先生。有些规矩不是人人都懂的。这个敲门呐，有规矩，您记住，到今天也是如此。无论谁串门敲门，都是先拍一下，再拍两下。为什么呢？拍这一下是告诉您来人了，再紧着催两下，这是规矩。最忌讳就是这个。只有宝藏才可以这样。师傅不仅教给你吃饭的本事，还有做人的基本规矩。你就这么虎嘴冲着我呀、这规矩啊，这得懂。实在没辙了，说反过来，都这样。你是沈阳的是吧？如果这串凉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再加上去。啊，去吧。沈阳人吃串这么麻烦呢，还得说这么些话才。月月也是有徒弟保护的师傅了。请指老我。我打你们了。小琴走在了交卷的路上。你就想帮一下阿姨，您放松，往后靠。对，阿姨，您是不是您放松，有点紧张。我们背过去，我们背。背过来一下，这样是不是不紧张？看不见他们。遇到德云社才明白，好的教养与学历无关，好像所有人都在教秦霄贤长大。你可以端起来。你都这么虎嘴冲着我呀、这规矩啊，这得懂。谢可寅疏忽了餐桌的规矩，孟鹤堂的回答震惊汪涵。这老先生茶嘴不能对着人。对，哎，你也知道啊，对着没人的事。这就是从小培养的规矩。郭麒麟四岁的徒弟提起师傅名字，满是尊敬。师傅在唱《探清水》后，粉丝激动大喊，张云雷立刻严肃地做出晋升动作。我再跟师傅唱清水河的情，大家不要在旁边了。看看看清水河吧。郭麒麟按照父亲的关系网叫小 S 姑姑，虽然对方嫌弃，但是该有的规矩没有少。哎好，姑姑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姑姑。谁是你姑姑？您是我姑姑。为什么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根本是第一次见到你。因为我父亲曾经参加过您姐姐的婚礼，是，所以呢，我父亲就让我管您姐姐叫婶儿。真实的人品往往都是藏在细节里的。齐鲁大地礼仪之邦，今有少年衣锦还。做成了典范，尊重女性，注意分寸，尽显绅士风度。对了，其实我也不好意思了，好像不太像吧。哎呦，你这高级啊。哎，可以化学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赵炳不是不懂规矩，而是太懂规矩了。仅用一张餐巾。可是他只知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儿子给爸爸磕头怎么了？这是我们新任九队队长。他这节目烟尽了，你知道吗？跟着桌子，他们家人说，别逗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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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好好工作啊，好好工作啊，今儿刚摆支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哥，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，快来订阅 YouTube 德云那点事儿。
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，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。我是逃不过的学历岗，我真的是上了初二的，我不是小学没毕业，好吗？你们敢打那个学历最高的人吗？老师傅，学历小本，小学本科；于谦老师，幼本；岳云鹏，胎本，胎教肄业，行话叫早产。可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学历。此酒生伴，步步弃离。此生不弃，酒伴不离。我很骄傲，我在我们后台学霸。你是什么？学霸。看得出来，学历是硬伤啊。什么学历啊？你在德云社本人学历好吗？有没有挨过揍？建国青年你好，您什么学历？你问吗？我们也互相攀比啊。建国老师，你问吗？郭老师，您什么学历？哈哈，初二。你这样吗？您什么学历？您说出来。我比他们俩强。强多少？初三毕业。用实力诠释，你不值，气也壮。你什么学历？我什么学历？差零了。我没有文化，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我自豪了吗？你膨胀，很多人都没有文化，那位有文化吗？别瞎扯，初中也没有上完，他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。一门四年级毕业的小朋友呀，哎呀，你就带了两年半红领巾，你说你有啥？我那个大学毕业那会儿，我高中毕业那会儿，我初中毕业那会儿的，我小学毕业那会儿的，我幼儿园毕业那会儿的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幼儿园毕业了啊！见娘们瞎说啥大实话，儿徒自幼学艺啊，翻译过来就是幼儿时学。张云雷，四年级都熟悉吧？我是八岁出来的，我知道吧？啊，是啊，小学四年级孩子不上学，上德云社，让郭老师就给抱养了。你这你培养。过程你哪知道，还叫栾云平买了个大学学历。第一次听说清华池这个学校。我怀念我的大学时候。您在哪个大学上过就上过呗。不是闲聊天，我问问您啊，您说上过，我问问您在哪个大学毕业。这边也是我们同学。哪儿啊？清华。清华什么？那几个女孩跟着喊清华池清华池，咱是一块洗过呀是怎么着？嗨，要不说头九无怂人呢。我是有学历都不高，都是不高。还看我是不是底下这几个徒弟？我都有谁啊？个顶个岳云鹏。哦，岳哥，小学。别的，张云雷。几年级？也四年级。也四年级。真的，德云社的云字科呀，他说是云字科，是基本上您在外边看到有云字科的徒弟，脑袋上就有俩字儿，什么？文盲。看来这话不真实啊！你根本不明白六年前在我身上发生了怎样的事情。我明白。什么？退学了。对。退学算什么重要的事情？这还不重要。六年前啊，我郭麒麟出国留学了。不是你哪儿留学？我听听。我的国外进修音乐。您啊？当然了。哪里？美国。大华那不可思议的小眼神。别想谁。第二，唱乐队。哎，我干嘛这个？只思夜想谁？想思你。不愧是德云文化有限公司，我需要一个机会呀、啊！谁不需要机会呀、啊？到时候我一火了之后，我带你出去掰几条，我能忘了你吗？啊！吃水能忘了喝水人吗？吃水能忘挖井人？咱这德云社这学历真是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啊！我跟你说，瞧瞧二哥这嚣张的样子。好、啊，咱这里边的啊，上过大学的可以逗哏，中专。初中，哎，各位，不好意思了啊，压你们一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哥。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，快来订阅 YouTube 德云那点事儿，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，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。在德云社不怕搭档火，就怕搭档有文化。什么叫化学呀、啊？哎，就是喝挖化优其挖学、啊。你们郭氏家族接触不到化学，得初三以后。哎，化学是你们的命运。那我差一点就接触到了。哎，这妥妥的历史课代表啊！四四
年呢？顺治元年。你要按明朝算，这是崇祯十七年。你别老去，1881后哪年啊？光绪六年。光绪六年。1796年哪年？嘉庆元年。1700年的康熙39年。九龄像极了被主任查课的老师。说相声叫三进园，唱戏叫什么？唱戏也叫三进园啊，叫麒麟剧社，那些班社叫麒麟剧社，我是这个意思。这包我使了好几年了，你这名不对。麒麟剧社在三进园的剧场演出。估计大黄都说完了，小白也没听懂。斗地主啊 ？Yes, it is。这 it 说谁呢？这是。It's a dog. It's a little white dog. 一个被相声耽误的飞行员。国航123山道12动保持，右转航向33动，联系塔台118.5，再见。英语版的同样惊艳。China 123 descending 1,200 meters. Go ahead, 330 and contact tower 118.5 today. Wow!刘海纯粹是去上学补课了。本来长得挺水嫩的，不让你气的现在都不水嫩了啊！水嫩可没有关系，多补充一点氧化二氢。你能保证所有人都知道你氧化二氢是什么东西吗？你看你不也不知道吗？水。果然在德云社，初三是道坎儿啊！素周期表知道吗？知道你为什么不懂吗？为什么？初三学的。我们单位逗哏演员的平均学历是初二，还是第一学期？二爷过不去的学历梗。大学毕业那会儿，我高中毕业那会儿，我初中毕业那会儿的，我小学毕业那会儿的，我幼儿园毕业那会儿的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幼儿园毕业了啊！毕业。肚子里面那可都是本科起步啊！三山呢？三山是黄山、庐山和雁荡山吗？雁荡山，雁荡山真的厉害厉害！德云社有水平，师傅您听见了吗？还是可圈可点。可以没文凭，但不能没文化。这是那种拿布做的。哇，你们好有眼光，上面还有这个亮晶晶的。打金。打金。那等老师先说完你再说。我不是帮着老师说吗？这怎么欠笔啊？你要再不帮啊，我怕展卷。哇塞，撞大连枪口上了。现在开始学生物了吗？我还不知道心，左心房右心室，妈妈上学那时候都学了，知道吗？左心房。对呀、啊，右心室就在这边啊。上边这边纸，这边没有。左心房，右心房，左心室，右心室，主动脉、主静脉、肺动脉、肺静脉。肺动脉里边流的是静脉血，肺静脉里边流的是动脉血。我现在我想当一寡妇。有时候就连地理知识也少不了。我知道，冬天阳光没有啊，那个对，现在太阳直射的是南纬地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北极光、南极光了。为什么有北极光？为什么有极光？说你说我听不清。我问你呢，你问我。你看赤道，赤道里面有一个北极，南极光、北极光都有多少度？我先报一下。啊，滚开去。耍贱搞笑，张鹤伦跟岳云鹏不相上下。听说岳哥住这么阔气的房子啊，怎么不配吗？这画风转变的实在太快了，求生欲满满的。喜欢新鲜感，我不像你在台上都是一成不变，这么多年都是一个风格。有些观众虽然看腻了，但是他们仍然喜欢你。糊涂的又羡慕又嫉妒又干不掉。那同样是85年，他们居然嘲笑我，不嘲笑你，因为我红了。全国都认识著名的相声演员。再说一遍，到我们这儿。举一反三，学的可真快。六队现在本来就没有什么大腕，来了一大腕这上台来。您就是六队的大腕，您是队长。嘘，你大点声。学历真是岳云鹏过不去的坎儿，没想到败在了一个初中毕业的手里。那我得隆重的说一句，就是感谢我岳哥来六队，为您指导。
艺林，你没有资格纠正我，我是初中毕业，小学的，还纠正我？我厨师院，我上过初中，知道吗？只是没毕业。对，我毕了，这是差距啊，你去死行不行？陈鹤伦就是长在月笑点上的男人吧？卖布，卖布，我自己编的，自己编的布啊，布不是应该织吗？编织布。认识你大哥是什么时候？六七，期待一段还没断。你是多大认识你的大哥？六七。你刚才的回答是刚剪完脐带。下次过年别去他家串门了，想去就把徒弟儿子都带上。过年给你包饭钱吗？别去纠结含义，只在乎字面，反正师傅夸你了。上来的时候岳哥已经上台了，那时候他说的相声，哎呀，一点都不可乐，特别难听。我记得九一闹工堂那个节目，我说有一天我要上台一定说的比他好，后来发现还不如他。我现在我就崇拜这个张鹤伦这样的，因为他很无耻。不愧是二人转的交换生，唱的确实不错。自唱德云社呀，唱的是岳云鹏，云鹏正当红啊，相声综艺影视明星，天下几人不知名啊，一张屁股脸呐、啊，贱嗖嗖的表情，在台上装傻又卖萌啊，娘们儿唧唧惹人疼啊。下次再想找一哥说相声，难度提升了。现在哪个队还要你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队，哪个队有你的名字？都不是人侯震还是车队的呢。我今天我来了，我是什么？你算是没娘的儿。我不养了。我社真的是不断刷新学历新下限。道明寺有点事，没有榨菜吗？啊，榨菜？没有山菜吗？回去再好好认字，多读两本书行。果然是同一个师傅教的。能不能好会做饭？酒也不错哦，祝我表日。什么表日啊？酒也不错，祝我。外师弟的英语怎么说 ？Invincible position。不要了。他俩居然越说越自信。墙角数枝梅，轰掌过秦波，可能是一样。你滚，你反应我快。哦，是说上来就行了，我不犹豫啊。一二三四，轰掌过秦波，黎明的唐，轰掌过秦波，锄禾日当午，轰掌过秦波。小学生们不要学，轰掌过秦波。第一次听说大学有烧烤系。我一大知道吗？伊春大学，您呢？哎，什么系？什么系？烤串系。哎，你们聊好不好？伊春大学的一大的，对，什么系的？烧烤系的。大学里面有烧烤系吗？有没有？保安系的，你给我出去。老秦到底几年级毕业啊？消防新生资料表，每个人进行填写一下。报告教官，咱们这有字典吗？有字典吗？跑腿不过膝，膝盖的膝咋写？我是房咋写？写拼音吧。你给我叫个别，到底几年级？殷离小学三年级毕业。这不妥妥的阅读障碍患者。老规矩吧，老秦，嗯，这顿晚餐还是非常值得。日记的，回忆的，日记的。烤腿很好吃，可惜空气打卤了。什么好？空气打包的。凡子这牛吹的有点过分了。从小呢，我熟读，唐诗三百首。我现在给大伙儿吟诵一个：哪哪哪。等会儿，曲项向天阁，拨毛拂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哦，唐诗三百首，你都没翻过十篇吧？前十篇我都翻烂了。这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学历。何日当午？等会儿，张九南，张九南，来来，总结都在我这儿呢。六本爱豆的笑容都没。给你的钱，拦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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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人玩意儿！小贝啊，咱怎么好意思说的呢？我能说报备呢？报备？那你能说吗？能说，能不能说？哦，这个那天我们聊天说起学历来了，我特别自豪，我中专。二哥学历我就不提了，还一会儿自己说。然后小贝说：“你们这都不行，我这字儿特多，学龄前儿童。”
这差距可不是一丢丢啊。我是初中二年级没念完，我媳妇是伦敦大学的硕士，好多我懂的我媳妇都不懂。成人高考他知道是哪天吗？对不对？中专读几年他知道吗？他要不说是德云文化有限公司，德云社好像没有什么高学历。是吗？对吧，我师父学历，师父小本小，什么叫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咱就是说，观众也忒损了点儿。我在初中的时候，我全学校排第三。谁说就算你们家大学算了，算你们家初中算了。你说那是上厕所，结伴而行，互相陪伴。